掩盖我迷蒙的双眼，迷蒙的双眼。如果你已经决定要走，又何必当面告诉我，增加我思念的伤眼。遇见你以后，我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我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投入对你强烈的思念。一次的过境是否保留，一次的多年是否拥有，一次的事情是否听说，如此的万年你是否曾想过。一次的过境是否保留。各位长官、各位贵宾以及各位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杨海维，我是周秉钧，我们目前都是在国立政治大学四年级就读的同学。今天真的好高兴能够在这个属于年轻人的日子里面，为大家主持第三届全国大专创作歌谣比赛的总决赛。全国大专创作歌谣今年已经是第三年了，每年的比赛呢，总是受到社会各界人士以及各位同学们热烈的支持与回响，更让许多热爱音乐的青年朋友们能够在这一年一度的盛会当中展现他们的才华。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编号五号，由辅仁大学丁晓文同学作词作曲以及演唱，歌名是如果能够，让我们给他鼓励。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就像一杯适合独处的时候慢慢啜饮的咖啡，浓烈苦涩又有无穷的回味，爵士风味的曲调流露出伤感却又不失潇洒幽默的气氛。掩盖我迷蒙的双眼，迷蒙的双眼。如果你已经决定要走，又何必当面告诉我，增加我思念的伤痛，思念的伤痛。爱情真叫人迷。
才能摆脱这个魔掌？何时才能摆脱这个魔掌？何时才能摆脱这个魔掌？谢谢。海维啊，接下来这首歌啊，我非常的喜欢。为什么？因为它有一段歌词是这样的描述的：我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投入对你强烈的思念，唉，与我心有戚戚焉呐。也就是说，你也是用这个三分之一的时间来想念一个女孩子喽？不好意思。那我很好奇，你另外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做什么？当然是思念另外两个女孩子了。哎，还是来介绍你的同好吧。接下来是编号九号，由文化大学林龙璇同学作词、作曲以及演唱，曲名是《我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欢迎他。我用三分之一的时间投入对你强烈的思念。这首歌曲透过特殊的创意、浪漫的词曲，表达了一份固执的感情。思念。
号、十号，由东海大学江长谢同学作词，由 Green Rose 合唱团作曲，由李安修同六位同学来演唱，曲名是《别人的心情》，让我们为他们加油。绿玫瑰是一群东海大学的同学组成的合唱团，虽然唱的是别人的心情，其实也是发自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呐喊。你可能听过很多人在谈赚钱的事情，真正的问题却有谁关心？真正的问题却有谁关心？虎年的老虎在喊着救命，情侣望着垃圾在叹息，清澈的溪流后可爱的蝌蚪，真枝头才有快乐的喉。你可能跟很多人聊过自己的心情，别人的心情你可曾关心？别人的心情你可曾关心？这带药戏，小孩在香烟味里看电影。如此的空间是否保留？如此的天空是否拥有？如此的心情是否难受？如此的外面是否曾想过？如此的空间是否保留？童年是否拥有？如此的事情是否听说？如此的晚年是否曾想过？如此的空间是否保留？如此的童年是否拥有？如此的事情是否听说？如此的晚年是否曾想过？接下来是最后一首，编号第十二号，由国立艺专林宗贤同学作词作曲，由林宗贤以及蓝丽婷两位同学共同演唱，曲名是《回顾》，让我们为他们加油。回的分离，蓦然回首，以往种种都化成了难以言喻的痛楚，忍不住仍要将一份希望偷偷地藏在心底。再多的思也未能留住你狂野的冷风，你依旧会离去，此刻我只关心你，走过满地的泥泞，回家好长的路要小心。
颁发第四名。第四名，回顾。恭喜国立艺专林宗贤同学作词，林宗贤同学作曲《回顾》。第四名可以得到奖杯一座、奖学金8000元、精致音响一套，恭喜他们。谢谢毛局长。第三名，我们想请台湾电视公司石总经理为我们颁发，欢迎石总经理。没有白看的音乐会。第三名是我用1/3的时间。欢迎，恭喜文化大学林龙璇同学作词作曲，我用1/3的时间。第三名可以得到奖杯一座、奖学金10000元、全套高级音响一座，恭喜林龙璇同学。下一次他用全部的时间的话，就第一名了。也谢谢石总经理。谢谢石总经理。以下的奖目我们想请徐水德市长为我们颁发，欢迎徐市长。第二名，如果能够。恭喜辅仁大学丁晓文同学，由丁晓文同学作词作曲，如果能够。第二名可以得到奖杯一座、奖学金15000元、全套高级音响一套。下面要颁发的是最佳作曲奖。再麻烦市长一次，在颁发第一名以前，我们要先颁发最佳作词奖、作曲奖以及最佳个人演唱奖的个人项目。我用1/3的时间。恭喜文化大学林龙璇。最佳作曲奖可以得到奖杯一座。下面紧张的时刻来了，要颁发第一名，大家也看到了，奖杯是越来越大，气氛越来越紧张。别人的心情。恭喜东海大学江长宪同学作词，鱼肉合唱团作曲，曲名《别人的心情》。第一名可以得到奖杯一座、奖学金20000元、全套高级音响一套，恭喜他们。全国大专创作歌谣比赛到这里已经全部圆满结束了，在这里我们要再一次的谢谢各位长官以及各个单位所给予我们的支持与关爱。我们也期盼大专同学的创作歌谣能够更成熟、更茁壮，让我们校园的清纯声音布满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也希望由于各位长官的关怀与鼓励，我们这片园地能够延续不断。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明年再见。